可是没有这种选项。 获取资源失败，系统关闭。大家都没事吧？邮箱，诺亚前辈，你们怎么会在这？我已经知道情况非同寻常了，老师。本来想在告诉你们城市所在位置之后就退出的，但小邮箱说，只是这样还不够。 帮人就该帮到底，这不算什么。还是说说您吧，会长。您竟然擅自挪用研讨会资金建造这种城市，之后一定要好好教训您一顿，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幽香。 会长，突然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什么叫辞职会长一职啊？啊，会长，会长逃到哪去了？啊，小邮箱，这里有会长留下的信息。什么信息？在哪儿？对不起。说这对不起就完。